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岳家新语》第三季。我是张浩，我是 Mr. Wu， 我是张莹，我叫林镐，我是曲简清。我就很紧张，手一直在抖，一直在调音，拉得很大声，抖嗖抖嗖抖抖嗖嗖。在我家里面，很多人都是学音乐的。然后我们的乐团的名字也很有趣，叫火锅乐队。这个区域呢，是我们团的琴房。Today I'm going to show you what's a typical day like for a percussion associate principal in SEO。其实书法跟音乐是有相通之处的。你三个 you are your own machine。 太搞笑了，我一看着镜头我紧张。